面上是基隆社区大学在仁爱国小举办的春季班成果展，市长谢国良出席活动，欣赏各项动静态成果，并与各班学员开心拍照。除了肯定基隆社大首度获得教育部全国评鉴特优的殊荣，也感谢社大结合基隆在地的需求，积极推动各项人才培训。我们今年来强化职能训练，所以装潢班、水电班这些班级其实我们都有开设。另外呢，也有很多包括语言、文化、手工艺，还有艺术等等。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各个摊位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。我们跟基隆的各个局处和一些政府推展紧密的链接。基隆社大不是只有在课程的一个中心学习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连接地方。我们打造了公民社会，我们培育基隆的各项的需求人才。我想这几年受到各界的肯定。基隆社大成果展贵宾云集，也展现各项课程的学习亮点。在社大的努力推动下，带领市民朋友享受终身学习的快乐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